小的一颗。他不错，他还有挂，人家还不敢挂，很多不敢挂。你看他吴玉生就不敢挂，然后人家帮他，他还说我不是吴玉生，人家帮他挂一个国民党党徽，然后马英九推荐，然后他去告，告人是在污蔑他，污蔑他。马英九要哭了。实在太好笑了。